伯门，伯门，伯门，哎，好不好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就下楼啊。嗯嗯，好，嗯嗯。几个人去火葬场？司机加我。去那里干嘛？协助家属办理手续。这个时候办去那里办手续，我的天，不要命了、啊！工作。那起码要穿防护服吧？不需要吧，火葬场我们肯定不是别人家属。我是不穿这个篮球啊，好热啊。嗯，我穿个篮球。啊，不是那个病毒，为什么让你们去的？但是在这个期间去世的家属都没有得到合适的、适当的安葬，所以要家属陪同。原来你们去了吗？原来你们需要陪吗？原来不需要。那为什么现在就需要你们陪了？特殊时期，特殊关怀。我的天哪，真是。等他要吃。又趴在地上是不是？手上，没拍到。在手那个，在凳子上面。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让你们陪着去火葬场呢？你们就安全呐、啊，这个保护就不需要了。没办法，现在他不是社会人。今天吃那个地上花鸡蛋呢，嗯，搞点地上花的。我们小区里面有没有地上花？就自己去摘一下，有啊，关键你不认识。我不认识。我跟你出去来。我百度搜一下地菜花长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就是那种绿的小白花。叫荠菜花。荠菜花。我百度地菜花什么样子的？哎，我好像之前有看软件，拿个植物拿那个软件就是拿个照片一拍，它就会自动识别这个花是什么名字。就底下几个叶子，搞到个雪兰花杆里面插一个，搞个小白花。是吧？嗯。哦。那我下去找一找。你找找，就那底下和你就有。需要多少呢？一把。几颗我就够了。几颗就够了。那大的只只嘛，我落下楼，你跟我一起下楼，我高兴就往那打。就那几人就有那。我跟你一起下去。嗯。好。你就穿这个去。我回单位换衣服。殡仪馆。回单位换衣服。你看，弄一套防护服。防护服蛮合适的。全程这装备都不要拿下来啊。知道了，还手套在手。那你到殡葬服，那你到别墓，你可不可以？不扣。那你还卡我？不扣，别个都办完了，就是办那个骨灰。到那骨葬上那个婚礼要卡我，到时候我们是。不扣，什么都不扣，这个都摘了很好。他们还是要卡我。我就不明白，那个殡仪馆要你们这些人去干什么？他们自己不是都可以办你吗？人家没车子。没车，哦，没车，啊，就要公司自己公司派车是吧？嗯，是这个原因。那派个司机不就行了吗？你去干什么呢？司机凭什么给你单独去火葬场？哦，特殊时期你要互相关注一下，关爱一下。哦，就需要你们开证明什么的吗？那不社区该办的事吗？社区有社区的事情，社区有那么多孤寡老人嘞。罗小咪。你想让他去吗？嗯。你不走上去吗？走走走，我跟你下去采地摘花。老妈说那边有嘞。那就这边。那边。
地菜花，哪个是地菜花？这个。哦，这个就是地菜花。嗯嗯嗯。这个。对。这。这。这么小一点。这。我先走了。哦，好吧。就这样子的，这是地菜花，地菜。这猪啊，嗯。地菜花的。哎，对，我找地菜花，小心点啊。您知道哪有地菜花吗？那里。哪边？那边。这里。那个矮的。矮的。那前面。那还前面？这里面吗？这没有啊。这没有哦，还前面。地菜花好多品种。是吗？来。还有一颗了，那几颗了，我们叫。哦，这里是吧？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几个呀、啊？这是地菜花，可以啊，两个，哎，这也是的，这应该都是的吧。哎，这个 ，OK， 地菜花，这可蛮大的，这，哇，这都是的，嗯，对。谢谢，这都是的。好，我来，谢谢。这是属于野菜哈。哎，对，野菜那一类的，这够了吧？啊，够不够？还切一点吧。还要一点。好，我再去找一找。谢谢了。您采了没有啊？啊？您采了没有？我们别人给了。哦，别人要我摘一把来。别人给你们是吧？我摘了给你。好，我再去找一找。发现我们小区这一块非常非常多的地菜，那这么一会儿就采了这么多。农历3月3呢，一般就吃地菜煮鸡蛋的一个习俗，因为地菜煮鸡蛋呢，它有去风湿清火，还可以去春疫。我觉得春天去那种瘟疫这种，应该是这个是吧？之前我也不认识，现在我感觉抓了这么一大把，感觉他们还是识别率还是挺高的。我带大家看一下啊，如果大家自己想去采地菜花的话，现在还有很大一片，就留给别人吧。我自己这一家煮鸡蛋这一把应该是够了。其实它还是非常好识别的，它的根茎呢是非常长。看一看，你看这边都是的呢。而且我感觉拔的时候也特别好拔，你知道这样一拔，它是连根就拔起了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它的根茎比较长啊。下面是这种绿叶子，然后呢再往上呢就是像这种那个花没开的小叶子呢，就有点像心形的小星星形状的这种小叶子，然后顶端呢就是这种小花，上面那个小花就是这样的啊，对上焦了，终于它会比那些野草啊要明显要高出很大一截，特别好识别，这块都是的。这个，哎，都打药消毒了的，最好别用它。哦，回去洗一下应该没事吧？因为小区里这它普遍喷药消毒，不知道搞了多少回。哦，嗯，行，哦，是的哈，这也是个问题啊。
而且这种消毒剂都是含氯的，它是有毒的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好吧，被那位好心的邻居一说，我又挺纠结的，这个地上花到底拿回去还是拿回去呢？从这个禁闭之前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吃的人到现在什么都会了，会买菜，会做菜，会认识地菜花。好了，回去吧。你看我采了这么多。哎呦，他这要他们就不买了。哎，但是等一会儿，我来吧。他们说，他们说有个邻居说，我们小区里面不是经常杀毒吗？像这个东西都有毒啊。只是有毒啊，不能拆的，你们要买吗？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到底做还是不做啊？不做，不做，不能做，真的不能做。刀就喷，他们喷到那个酒那个里，喷酒水又毒。那不然别个到早就走了完了，你弄到院子里走不到，那别个都不会都冇走。好了，综合考虑呢，我们还是决定今年的3月3，我们就不吃地菜花煮鸡蛋了，安全嘛，安全第一。然后呢，如果大家那个地方没有喷洒农药啊什么的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自己采摘一下地菜花，因为地菜花采摘也不是特别的麻烦，得来不怎么费功夫，田间野地啊都能够采得到，包括小区你身边啊，只要你留意啊，地菜花都是非常容易得到的一个野菜。回来了，这么快。